都金甲面临太平洋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从这里可以看到乌九岛和种子岛。270度的宽阔视野，可以让您饱览这里的壮丽景色。都金甲灯塔自1929年启用开始，一直使用至今，已被评选为日本灯塔50选之一。接下来看到的情景，一定会让您情不自禁地按下相机快门，它就是国家自然保护动物玉骑马。在宽广的草地上，野生的马儿们在悠闲自在地吃着草。这种图画式的风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。快去看大自然魅力十足的都金甲吧。信岛以野生日本猿猴在此栖息而闻名，约有100只猿猴在这里栖息，这些猿猴已被指定为国家自然保护动物。衷心期待大家的光临，